迎收看《财经论坛》，我是李欣云。今天在加权指数的部分，期现货双双的开低之后震荡走阳。那展望未来，到底后续是不是持续都有拉高的行情呢？我们请专家告诉我们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这样投顾资深分析师钟嘉安好。好，幸运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原本大家以为这一波反弹已经结束了，想不到今天再次的开低之后震荡走阳。对，所以展望未来后续呢？后续怎么办？好，这时候有没有建安老师要卖一个关子？应该要卖两个关子。为什么？我就跟大家讲哈，现在是不是一个震荡高手盘？那震荡高手盘，你昨天是不是看到美国股市跌了400多点？然后半导体有没有费半的时候跌了3%多？你是不是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跟你说什么？建安老师在八八理财有方，昨天晚上我有上通告，我跟大家讲，现在就是个区间震荡整理盘，你买个跨黑啊，好不好？我要叫你看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怎么看。但是我叫你不要看的时候，你就不用看。为什么？不用太担心，还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。所以面对行情，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。更改真的是最重要。我跟大家讲，现在既然它是一个震荡高手盘，我就告诉大家，现在操作难度很高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操作难度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光今天的期货低点跟高点这样相加减的话是266点，你知道吗？哦，236点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多的一个点数。如果假设这么大的一个区间呢，我们说真的，这么大的一个区间，我们只取一瓢饮，好不好？阿六个撑着30点，撑着50点啊，总可以吧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区间，结果你还被扒来扒去，还被洗出场，还是赔钱出场，你真的不应该，真的是这样。面对行情，我就告诉你的震荡高手盘，你的方法不对，就请你退场观望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必须要解盘给你听哦，这个盘是真的很重要哦。就像刚开始的时候，新宇问我说：“会不会这样一路的狂涨上去，对不对？”我跟你讲，唔好想太多。为什么？他姜老师直接告诉你，它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。那为什么它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？你知道吗？我讲几个数字给你看，看完之后你就真的会佩服姜老师给你个看法哈。好，你现在看多呢，看空的都 OK 啦。反正区间震荡整理盘就有人喊多，有人喊空了，那是一定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期货的高低点哦。来，今天的期货的高点7997。今天的期货低点是7761，你有没有发现高低点价差是236点？也就是说，一开盘的低点一看到之后，砰砰砰砰砰，连续一路拉了3-4个小时的高点才见高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沿路都做空的话，你就被扛出去中了。你给那一个梗可以去捡啊，对吧？200几点。啊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方法不对，请你退场观望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数据，对，开低走高，原本开盘是跌了70-80点，对不对？80-90点，结果竟然可以尾盘可以拉到涨了130几点。好，这个数字先把它记起来，尾盘是收红的，而且是大红哦。好，来，当你有了这个数字之后，我再给你看第二个数字，你知道吗？光今天的现货高低点是多少吗？开低走高，高低点160几点，160几点。啊，你的想讲，啊，这看起来吼，外资应该是会反，就回头了，对不对？你想太多啊！来，我想让你看这个数据，我要跟你讲，为什么是区间震荡？一只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道氏自营商被骗进来了，阿弥陀佛哦！我想讲，伊可能要被下报告啊！你想一件代志，国安基金怎么会拉起来让自营商解套呢？不可能的！你看，外资仍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淡定，根本就没有动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那个什么？才还买超了0.9亿而已，自营商买超了39亿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个盘是真的还是不健康。我必须要这么说，没有错，国安基金真的出手了，我真的感觉真的国安基金有出手，而且他出手的方式比那个政府基金漂亮太多了，真的八大光谷韩国的政府基金漂亮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拉到让你开心，会拉到让你开心。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说，不要太开心。等一下我讲股票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真的不要太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不正常的护盘。我跟大家讲，这是不正常的护盘，也就是说。这么说好了，外资没有归队的一个状况之下，你觉得这个行情会涨到哪里去？不要想那么乐观 ，OK 吗？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一样，仍然是区间震荡整理盘，了解没有？因为护盘的拉起来，它还是要出了，只是它是下跌大压出来出，还是它逢高慢慢出？逢高慢慢出，你不会有感觉，为什么？因为都出给你，它也没有掉下来，你也不会痛。好，了解哈，所以请你记得，姜老师跟你讲了，现在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。好，那我还是一样，必须要告诉大家，到底区间震荡在哪个地方呢？还是一样，法人的换仓成本很重要。台子期的法人换仓成本就是这条白色线，我已经有告诉你了哦。台子期的部分8255点了哈。好，下方是摩台子的法人换仓成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的，你一往下，今天就往上拉，你不会觉得这个很神奇吗？超奇妙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我还是一句话，你规矩买个肾啊，不要再玩了。
我求你好吗？如果假设是一个趋势盘，空方趋势盘你也赚不到钱，多方趋势盘你又吐光光，横盘整理盘震荡高手盘你也被扒来扒去的，那你觉得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盘你是 OK 的？那如果你的任何的盘势你都不 OK， 你为什么要坚持？你是在坚持啥？坚持说港元要输钱较松快吗？嗯，就觉得很奇怪了齁，了解齁，所以请你记得哦，把握这个原则齁，所以请你记得面对行情的话，现在是一个震荡高手盘，请你记得没有方法就请你退场观望，否则的话请你好好的运用正确的方法，把资金控紧一点，然后呢快进快出，我已经有告诉你的震荡高手盘就是快进快出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来聊一下当冲咯，你今天当冲顺吗？如果你今天当冲不顺的话，是不是一开盘的时候给它空下去，结果一空下去一路往上拉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不是沿路放空沿路放空沿路放空沿路加码放空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？不对的，因为你的方法一定出了问题。来，我先跟你讲一个多空交战的点位了。来，今天台指期收完盘收在哪边？是不是7945？这是多空交战的点位，7800差14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唔好先细掉诶，去撩掉大掉诶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只啦，7864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假设你以多空交战的点位当做一个多空的分水岭的话，站上7864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高点是7997点，也就是说这样子将近还有133点的价差。如果假设已收完盘的话，最起码也有70-80点的价差。哥哥，我已经有教你了，站上7864就不能看空。我已经有教你了，结果你一路的过程当中，你沿路看空，结果中枪了，对不对？每一次都这样，方法很重要，观念很重要，最重要你要克服心魔。你的心魔就是你太坚持了，你就感觉不可能，韩国也无咧偌强啊，对不？啊，日本也无咧偌强啊，结果个重点。中国大陆嘛是无偌强啊，对吧？恒生指数嘛无偌强，上重要美国佮大了400几点，咱台湾佮起到一堆，伊就起哦，你看，不看对吧？所以不要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永远顺着市场，市场给你的方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，这个比较重要 ，OK 哈？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工具喽，江老师，那今天到底要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我都跟他讲，跟着跟屁虫的交易法就好了啊！我不就跟他讲跟屁虫交易法，其实说穿了就是看懂价量关系啦，你只要看懂价量关系，我相信你今天不会被扛出去撞。为什么？你看哦，高低点230几点，那拢想一件代志，200几点啊，我赚10点总可以吧？我赚20点总可以吧？50点总可以吧？啊，为什么会去赔200点呢？就是因为你从头到尾做错方向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怎么办的。来，今天是多方控盘还是空方控盘？很明显的。大部分的时间是属于多方控盘，很明显，多方控盘是黄色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期货大户，我给你看一下哦，你不要从那个什么沙发上掉下去哦。当然，答案揭晓，从一开盘的时候，期货大户就一路做多，一路做多，一路做多，结果呢，散户又是逆着做。有看到吗？永远我们的散户就是喜欢跟趋势对着做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对着做，对着做这样比较开心嘛？因为没有啊。江老师就跟你说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想要把期货操作好，其实很简单。昨天我已经有跟你说过了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期货是在散户是在做多；今天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期货是在做空。来，我给你看一张图，看完之后你就知道。好，我们再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江老师必须要跟你分享这个观念。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，不要永远当散户。没有人规定永远要当散户，不是这样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昨天是不是往下掉？对不对？结果你有没有发现，散户都在做多，大户都在做，大户也在做多，啊，散户也在做多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散户在做空，今天大户大力的做多，你有没有发现跟昨天比有没有？今天大力的给它敲下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价格往上涨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这样的一个横盘，在这样一个横盘整理盘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你觉得是要站在多方好呢，还是站在空方好呢？很明显的是不是站在多方？好，那我把那个图形给它擦掉一下。来，所以第二个，这是今天的开盘在这个位置哦，很明显一开盘就拉了一个下影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下影线之后你给它对下来看一下，请问一下，这一根红色的棒棒表示什么？大户在做多啊，然后呢多方在控盘。大户在做多，散户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做空。啊，你觉得江老师会告诉我们学员做什么动作？很明显的，当然就是要做多嘛，就这样子就好啦。好，这时候来了，江老师，啊，你真的有做多吗？来，我给你看哦。昨天江老师有跟你说过，对不对？我有挂两笔空单，但是就真的只差一点没赚到，没有赚到。但是今天江老师有没有真的有赚到？没得那差的呀，真的是。好，你看一下哈，来。
8:46一开盘的时候，当你看到刚刚那个筹码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动作？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那个摄影大哥把 tag 近一点好吗？8:46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请会员预挂7773点的波段多单进场，资金一成就好了。来，8:46的时候你在冲啥？你是不是在吃早餐、吃早点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盘势根本都还没看清楚的时阵，建安老师已经出手了，7773点的波段多单进场，就这样。那为什么要做进场？我刚刚也跟你看过，对不对？多方控盘，大户做多，散户有没有？那时候才一咪咪的多方，完了之后第二根 K 棒就变空了。啊，你觉得要不要跟散户对着做？应该很简单的吧，对不对？方法真的很简单，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哦。8:46的时候，建安老师就请我们的会员7773波段多单进场 ，OK 哈，好，那完了之后，第二笔call讯呢，请会员8:49的时候，就是3分钟过后，请会员预挂7826点波段多单停利价，把它挂在那个地方挂着等。结果经过几分钟，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40分钟，砰，串价成交，下班就这样，总共赚几点？53点的价差，就这样。江老师啊，这样子你为什么没有补最低啊？没有买最低啊？啊，放那个卖最高。江老师不是傻啊，我也希望我天天可以赚那么厉害。那我就跟忠实的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赚53点，我赚53点，我就赚53点。我今天赔钱我也会跟你说，但是我今天就是赚钱，就赚53点的一个价差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扣讯就告诉你了。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还在那懵懵懂懂、阿北困醒的时候，8:49，我们的学员就已经把停利单挂好了呢，7826的波段多单停利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停利完之后，来我们看一下啊、哦，为什么这么做？江老师没有三头六臂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三头六臂。如果没有工具，没有 K 棒的颜色，没有筹码告诉我，我怎么敢出手多单呢？那气氛那么样的恐怖，美国跌460几点呢？你不是没有看错，没有看到呢？跌那么多，为什么敢进多单？几家、啊、不就跟你说过了吗？简单的方法就好了、啊。为什么？的多方控盘无，的大户做多无，的散户在咧放空无。啊，就这个做多个 Kitty 啊，啊，而且你看到无？这个有乖离讯号，有看到无？这个有乖离讯号呢？啊，不就是这么操作，不就得了？有很困难吗？没有很困难啊，难在哪边？难在你不愿意相信，难在你以为要很困难、很复杂的什么开盘八法，什么葛兰 B 八大法，什么 KD MACD， 后来利第二啦，随便你啦。如果假设你要继续输钱，我没有意见了，反正大概后，所以正确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了哈。不要学那么多啦，其实学那么多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、哦。所以怎么操作，怎么不顺的，江老师跟你分享一个观念好不好？什么叫成功的交易模式？其实很简单，你不要把它搞得很复杂。我教你，很简单。第一个，你只要运用 K 棒的颜色，它会告诉你要做多还做空，或是有没有乖离讯号。第二个，请你把你的操作周期来固定，来，这个很重要，我必须要讲一下，操作周期有没有很重要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江老师每一次解盘的时候都给你用几分钟的 K 棒，10分钟的 K 棒，我不像其他的老师，那个 K 棒有时候那么细啊，有时候那么粗啊，有时候1分钟的，有时候15分钟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好不好？因为1分钟当天比较准的时候就拿1分钟了，啊，15分钟准的时候就拿15分钟，啊，那1分钟不准的时候他就不会提了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每天周期变来变去的，难怪天天都赢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姜老师不喜欢那样，在这个地方奇海论坛不造神，我要告诉你是正确的观念，所以周期一定要固定，所以一定会有遇到赔钱的时候，也会有遇到赚钱的时候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第一个 K 棒颜色准备好。第二个操作周期给它固定，第三个就是筹码嘛，你要看到到底是今天是多方控盘呢，还是空方控盘？大户在做多呢，还是散户在做多？转换出来的交易策略，它就是一个成功的交易策略，不就是这么简单吗？了解没有？所以怎么操作，怎么不顺的？我的结论还是同一个，不要预设立场，好不好？你今天会赔钱，就是因为你预设立场，你想空。没有错吧？因为全部都很空，所以你就当然想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去预设立场，永远严守顺势交易，这个很难，我知道。但是我还是天天必须要提醒你，所以还是运用天然的雄鹤、干单的雄鹤啦，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，再把操作的周期固定，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。你看哦，我们今天学员运用正确的方法，不是也是安全，不是安全下庄，是53点的一个状况，那个什么获利出场，这样不是很开心吗？了解哈？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。静下心来，好好想一下，是不是应该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帮助你判断得空？对，期现货今天双双的上涨，尤其在期货的部分是大涨超过了100点哦，所以我们也很好奇筹码是如何变化。好的，我跟你讲啊，外资在吃国安基金的豆腐啦，
这么说好了，你知道现在期货跟现货的逆价差有多少？我们昨天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200几点，今嘛无收盘了是嘛？搁差不多个七八十，差不多90几点。也是那么多啊，为什么？他的口令利率啊，不要给换成期货，我有多单啊，根本不怕、啊。所以重点来了哈，我跟你讲，护盘归护盘，能不能拉出去，那就要看国际股市有没有回温了哈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了，三大法人刚刚已经有看过了，对，自营商买超了39.1亿，39.7亿已经，哦，自营商真的快要变成是整个台股的主力了啊，做要求哎。好了，买了42亿，那就只能稍微中性偏多一点。中性偏多一点点来看待哈，来期货的部分有没有偏多操作了4700多口，所以净多单来到了25000。你有没有发现江老师有跟你说过，对不对？如果外资的操作模式是这样，如果是大多头，你都知道现货它一定是大买，期货的时候一定大布局多单。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是期货它不多单，但是现货它完全都不动啊，偶尔拉起来的时候它还把现货卖掉，所以很清楚了，它真的只是为了套利，因为期货跟现货它还太大的一个逆价差，了解齁，所以请你记得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选择权这个期货的部分就是25000的多单，然后自营商平仓了302口的一个空单，所以净空单来到11000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偏多思考齁，这个数字我们还是偏多思考。好，选择权的部分就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了齁，偏空留单了23000，偏多留仓了78000，所以还是没有到中高水位，所以中性看待。好，倒是 put call ratio 的部分，昨天是 0.92， 对不对？今天起了一点变化啊， 0.83。表示中性偏空了，又开始往下掉了，表示什么？买 put 的买 call 的人又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的话，当然这样除下来的话，那个 put call ratio 就越来越小了，所以看多的人又开始变多了。那啊，不晓得，就这样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哈。好，来，散户多空的力道，昨天是正4%，对不对？结果今天是-16.7%哦，所以很明显的又进来啊，上下起手了哈。所以这个数字我们就中心看待就可以了哈。这个数字中心看待。好，那一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 K 棒的颜色 ，K 棒的颜色还是最重要的依归。为什么我会跟你下一个震荡高手盘？不是我凭感觉，好，姜老师跟你讲，凭感觉是最不靠谱的，一定要有科学的根据，就是 K 棒的颜色啦，还是黄色的 K 棒哈，已经进行几天了。7、3、4、5，你会发现这5天以来，做多的老师跟做空的老师都声嘶力竭的告诉你说啊，这个一定要往上攻了，或者是告诉你说这个低点一定会破了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是一个顺势交易者，我唔知。江老师跟你讲，我真正唔知他往上面攻还是往下面破，我真正唔知。为什么？因为工具他没有告诉我变颜色，所以我就乖乖的享受当下的惯性。不就得了吗？想那么多干嘛？明天怎么下一秒钟 K 棒怎么走都不知道了，还给他预测明天？你干脆预测明年以后怎么办好了？了解哈？所以记得 K 棒颜色真的会帮助我们判断多空哦。所以第二阶段，江老师就把大盘的日线级 K 棒跟大家做交代。对，那接下来就看个别股的 K 棒颜色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个别股了哈。个别股的部分我还是一样，江老师跟你讲哈，其实刚刚忘记考星云那个台语了。被他躲过去了，在讲期货的时候，原本要考他了，好了，算明天再考你好了。那明天请假？明天请假不行，绝对不准。好，我告诉你哦，做股票现在你有没有发现，礼拜一的时候跟你讲什么？很多人跟你讲太阳能、太阳能、太阳能，结果礼拜二、礼拜三都不讲了。那今天是不是大家跟你讲低论？来，我们看着好了。明天我跟你讲，又没有人会跟你讲低论，为什么？还是一句话啦，莫俩孤招比嘛，莫俩孤招比，你就固定，你要做多也可以。你要做空也可以，你只要把强势股找出来，把弱势股找出来，然后呢，每天盯它就好。啊，无你想一件代志，今仔日约太阳能，啊，明仔日约低润，啊，后日要约啥？约面板，啊，要约啥？要为了什么 PA 有没有？光通讯一大堆，啊，你叫来叫过去，有叫得你的股票吗？无嘛，了解无？所以唔通俩股招比。所以重点在哪边？还是一句话，建安老师有提醒大家，现在是一个横盘整理盘。既然它是一个横盘整理盘，把握一个原则，强势股要怎么做？不是叫你用追的哦。我昨天有提醒你黄田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再告诉你。来，盘整盘的时候要告诉你什么？做多强势股，回档的时候你给靠一边嘛。啊，做空弱势股嘞，反弹的时候空嘛。然后完了之后嘞，急涨的时候把它出掉嘛。啊，然后急跌的时候把它出掉，不就反向操作，不就得了吗？所以来，先让我们看一下 K 棒的颜色哦。有几档股票？他讲了嘛，还几档呢？你看啦，2313的华通啊，不就红 K 棒嘛？你就不要让它冲出去哦。你真的就不要让它冲出去，很明显这是在作价哦，了解没有？如果假设你懂主力作价的话，你就知道我前老师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明天搞不好一开枪，砰就出去了哈。好，这是2313的华通，对不对？好，9951的黄田，昨天我不是跟你讲，昨天是在这个地方哎，还跟你讲红 K 棒，结果今天砰又起来5.69%，这不就是价差吗？也许一样。
开始又要做价差了哈，也许有机会。来，9904的一个宝城是不是也是红色的 K 棒？是啊。那如果假设你要做空弱势股的，你把握一个原则，只要 K 棒颜色是属于蓝色的 K 棒，它就是弱势股。2054的联发科就是其中一例哦。2049的上银哈，很少人没有提这个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反弹上来了，它还是蓝色的 K 棒，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应该很明显的，对不对？来，5478的一个智冠，有看到吧？输家已经结束啊。有人在算手游无？无人在讲啊，对吧？来，我缩小一下给你看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还有了运用工具的话，大概是100块，100块它就出现蓝色的 K 棒。那你知道今天收完盘是多少吗？44.65，100块去掉56块啦，你看对吧？100万56万无去啊！啊，方法是不是很重要？了解没有？所以姜老师教你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方法，我也不要跟你分析什么基本面有没有，我跟你说呢，基本面我一点都不强，但是我技术面超强的，只要它弱势，我管它是做什么我就砍就对了，只要它是强势，管它做什么的我就追就对了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了解没有？所以怎么操作怎么不顺的，我的看法还是这样，不要太执着好不好？不要预设立场，该砍的时候请你还是要记得砍哦，否则的话你真的会被电到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一个不要预设立场，第二个永远严守顺势交易，也就是说运用天然的上好，简单的上好啦，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，再把操作周期固定，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。你有没有发现姜老师好像每天两间哦，你听得到？对啦，我两块好利人家精彩，你了解吗？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，好好想一下，是不是姜老师讲的有道理？对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给大家思考一下喽，马上回来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没有人知道，盘势应对一步错步步错，以退为进重新开始，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 2506-6808。三多叶黄素配方好，深受肯定，看书看报纸，低头族打电脑都很轻松，三多叶黄素关心您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没有人知道，盘势应对一步错步步错，以退为进重新开始，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 2506-6808。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，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，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，帮助入眠，快乐满点，快搜寻乐活香蕉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你运动了吗？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多到爆，危言耸听，真假难辨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？不要轻忽小问题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专业顾问团队守护健康大小事。我是雅芳，八八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三立财经台、三立新闻网同步播出。我爱我的家人。我用1/3 Alive 记忆床垫，郑红怡真心推荐。上网搜寻1/3 Alive。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，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，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，帮助入眠，快乐满点，快搜寻乐活香蕉。2007年2月2号，纽约文斯顿饭店 ，Jacob 的心碎了，他遇见了波波国的公主。公主在客房服务上点了三明治、凯撒沙拉，还有可乐。但永恒的爱永远留在 Jacob 的梦中。离别信上只提到漂亮的壁纸。I thought she loves me. 如果 Jacob 有仔细看看房间壁纸的话就好了。为什么我们会知道？因为我们对饭店无所不知。找饭店，全拉狗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没有人知道，盘势应对一步错步步错，以退为进重新开始，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 2506-6808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接下来就看怎么用正确的方法当冲。好的，姜老师教你怎么当冲哦，跟屁虫交易法就是看懂价量关系，今天会赔钱就是开盘的时候给他棒汤，按你了解不？啊，所以你只要避开那个点，不就 OK 了吗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这是台指期的10分钟的 K 棒哈，我解释一下哦。今天开盘在这个位置，好，给那一开盘几家，今天收盘在这个位置，很明显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一开盘的时候谁空盘？多方空盘。一开盘的时候谁空盘？大户在做多。一开盘的时候
上午在做空做嗨呢，这样沿路上去的话，啊，你觉得嘞？不就是要嘎空单吗？不就是这样？那姜老师已经有秀 call 讯给你看了，对不对？姜老师有一发 call 讯的话，就是小赚53点的一个状况哦。而且你看到、哦、第三根 K 棒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是一个乖离讯号，是一个粉蓝色的一个乖离讯号，再加上多方控盘，再加上大户做多，再加上散户在做空，那不就是 bingo 了吗？了解没有？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，震荡高手盘，你不要把它期待说哦，我被。买上低，啊，你买上高，无可能的呀！震荡高手盘不是一般投资朋友可以进场观望、进场操作的。我跟真的不骗你，如果你没有方法，你真的听姜老师的劝，唔莫个省啊！你先退场观望，等趋势盘来的时候要冲再来冲，啊，了解后。所以怎么操作，怎么不顺的，我的看法还是这样。也许你的方法真的是有问题，否则的话，我认为你应该在今天的这个盘势有没有？因为高低价差有没有？有200多点，少说应该少赚个20-30点、40-50点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如果假设没赚到怎么办？那表示你预设立场了，所以不要去预设立场，每天。看多看空都不是用你的想象力想出来的，是筹码，是市场告诉我们的哦。所以请你不要预设立场，永远严守顺势交易，然后呢运用天然的想喝干单的想喝啦，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，再把操作的周期给它固定，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那在这个观盘重点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吗？好的，明天的观盘重点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两个数字，这两个数字都很重要的，一个是在下方，一个是在上方。好，来，一个下方在哪边？昨天已经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我有请你抄起啊，刚刚早盘的时候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7864点，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下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假设真的国安基金要守住的话，786是不能再被跌破了。今天好惊险，对不对？跌破之后又收回来，而且拉得蛮高了，7864。那当然最重要的，明天打到多空交战的点位7900差13点，已经不是7965了，不要乱抄哦。之前跟你讲是7965，那很明显的今天的尾数是3嘛，怎么可能会是65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不是的，所以明天姜老师会公布在盘中教学营。还是一句话，唔好先细条诶，去撩点大条诶，没有方法，请你退场观望。对，好，谢谢姜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，亲爱的分坛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，拜拜。